您回来了。今天的副本还顺利吗？竞技场赢了几把？您辛苦了。是先吃饭呢，还是先洗澡呢？你先别说话。日前，剑侠卫视备受瞩目的选秀节目《大唐幺零幺》放出了公示照。《大唐幺零幺》，青春不被定义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找到了某些选手的黑历史，请您谨慎投票，以免塌房。各位侠士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北天药物的执行总裁陈烨。今天重点介绍一下即将上市的新品药物碧尤提福，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种叫科尤特的天然化学物质。好的，主人，现在就下单。在下曾就读于蓬莱综合大学，由于太过优秀，中途退学，白手起家，创立白帝城有限公司。新选对象是心地善良、貌美倾城、睿智过人的女侠。哦，对了，希望你的身高不要低于1米7。孟梦江，我说过一定会保护你的，即便是把灵魂献祭给永恒的黑夜。比流沙更冷的荒漠呀，比树木更暗的森林呀，以紫薇、太薇、少薇之名起誓，觉醒吧，太玄经之力！不要，刘江，约定的日出，要替我去看啊。醒咗啦！多谢阁下救命之恩，感能一人尊姓大名。朱云楼，莫非系江湖上曾经赫赫有名，最终却不知去向嘅崖底剑魔谢云楼？正系，靓仔，我睇你天赋异品，骨骼精奇，想来系百年难得一见嘅练武奇才，先出手救咗你。呢度。有一本刀中秘籍《形神奥义拳》，你且攞去好好练习。关注一下最近的长安交易行走向，近期市场保持大跌若反弹再大跌的节奏。从盘面上看出，君山酒业、青岩医药、蜀中新能源等板块一路飘绿，短期内希望大家多看。少动，投资需谨慎。本周二晚，著名的麻将高手灰姑娘出现在全唐斗地主大赛会场，同各位参赛者同台竞技。灰姑娘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博弈游戏，她曾在全唐麻将联赛中获得冠军，与其秦年王爷也是在此次联赛中结识的。你听我解释，水画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只知道你们俩看花看月亮抱了整整一夜，从一场剑舞谈到人生哲学。好好好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只和你看花看月亮抱整整一夜，从一场剑舞谈到人生哲学。可恶，为什么明明你这么粘人又多事，但我在看到你眼中的泪水时却心痛得要死。你总是这样花言巧语，却从不给我看你的真心。亲爱的，你逃不掉。想与本宫寻欢作乐吗？不如快快加入我天域宫，人多的时候更有乐趣。大家一起来嘛。啥？已为您开通会员。可是我想看广告啊。主人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应该休息了。次时代新家具，人性化 AI 管理，全场景智能协同，为您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千年天然湖景，九寨沟绿色氧吧，山水交相辉映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